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一月十七下晡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特别过年啊，这交通部讲，自从二三年上个重要工作就是代替公司划到道路安全。黄国才表示讲，上无满意的就是道路安全部分。特别过年啊，经过农民的拍拼，目前菜价渐渐稳定，另外大半的交易量也变多，为着过年事先做准备。国内消费军林参谋高调第五届开始会发奖金5000元，另外针对女性也头一届试办高调。讲到这礼拜就来过年了，大家上个关心的就是过年期间的交通。交通部今公布过年期间的疏运计划，而且要来推出讲，这个落难的时阵呢，这车上盖坐时阵就是年假的头一天，也过坐一车子。另外，解除封锁了后呢，头一个过年。这个桃园机场公司啊，预估一日的旅运量会出现这两年以来呢上界悬的数字，一日出入境可能会超过90000人次。今年过年连假有10天，交通部预估南向返乡车条伫连假第一天20，甲初一、初二都是一日甲23陆续出现，初三、初四是出现观光出去佚佗的车条，因为假期长。有计会为初四下昼到初七陆续出现较分散的北返车条，那苏花公路崩坑抢修工程，春节无管制影响无大。大清水路段的话，因为在春节期间它是完全这个开放通行，并没有阻碍的，所以在这个路段并没有相关的阻塞。原有的这个车流的部分，我想就是跟以往的模式一样。最终还是希望给花东一条安全。这个平安回家的路，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疫情当后，各个新年出现爆发性旅游潮，桃机公司预估年假出入境高峰会落在休假前两天，一月二八迄天可能达到90000人次，是2020年二月以来的新高。出入境人数明显复苏，今年桃机会调年旅客量2000万的目标迈进。大概1月19号开始。84000人，一直到最高是初七94000人，初八是92000人，所以大概1月19号到1月30号有98.8万旅客进出，所以基本上一月大概可以接近200万人进出。另外，真受关注的旅客改造问题，团主王国才会转任华航公司董事长，交通部长是由前基隆市长林佑昌接任。王国才回应，目前无收到府院任何通知，伊的兴趣是交通改革，有缘会做好每一天部长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受到去年底这个骨肉船寒流影响，地输这菜卖单，无法度去到市场卖。这西丽山地菜市价钱是起到平均1公斤35元。经过这农民拍拼半个月以来，这价钱是渐渐稳定。目前平均菜价1公斤是25元。也因为特别过年啊，真侪盘商拢有宽这过年的量，亲像西丽果菜市场的菜市交易量比平常时也是加20%，伊个公司刷落来3天拢会超过1000吨。落火车载满打收成的蔬菜，来到西丽果菜市场交易。近期因为气候稳定，蔬菜供应量慢慢增加，后顶一阵仔的观菜价渐渐回稳。加上去年过年要到啊，真侪中盘商无去买菜准备货，整体买气有增加。很平稳，无讲足好啊，无讲足俗的啦，很正常的价格这样子。对，主要是年假长，而且那个后面的天气目前看起来都比较晴朗。对啊。对对，比以往2年都还好很多。中贸销表示，近两年受到疫情影响，买气有减少，至今年的年假长，蔬菜准备量有增加。对此，西丽果菜市场就表示，第一阵仔平均菜价每公斤35元计较悬，是因为气候冷、菜卖大涨影响供货，近期菜量增加，计较嘛已经回稳到平均每公斤25元。很平稳，没有在。涨上去了，不会，价差不会很大了，因为天气不错嘛。他现在交易的情况大概每天是800吨到1200吨这当中，然后那随着我们市场的需求哈，那当然就有一个起伏哈。那当然上盖重要，我们希望整个哈供货哈是稳定的哈，那价格也是平稳的哈。文化表示，西丽果菜市场是全台蔬菜上大的供应中心，供货量占全国1/3。以往每日平均的交易量800吨，但近期过年要到啊，如果算年节前这几天，
交易量拢会超过一千栋，比平时加两成。但平均的菜价，伊阁会当维持每公斤25-30元的平均计数。这种微波刀。讲到今日北部的天气，规天拢是湿湿冷冷的。这气象局发布低温含大雨特报，不过明仔载天气会变较烧热。讲到这礼拜五是年假的头一天，温度会较低，依然含花莲会落大雨。要来提醒民众，若准经过苏花公路，就要特别注意。冷气团落南，天气冷气机，北台湾降温明显，再来规天湿冷。中央气象局再去要发布低温大雨加陆上强风特报。气象局表示，五个十八冷气团减弱，北部回温，也毋过20为了前一天，阁有一波冷空气落南，但北季风增强，阁会降温。表面那一天可以看到，北方又有另外一波高压下来，所以我们台湾这个位置会受到另外一波东北季风影响，所以迎风面的温度会稍微的降低。在落雨方面，气象局特别提起20北部东北部会吃方便，落雨机会增加，尤其是宜兰跟花莲雨会较大。特别是在宜兰跟花莲地区，这个部分雨势可能也会比较大，所以最近苏花公路也要通行的朋友，可能要注意这一段的雨势所带来的一个影响，随时注意交通的资讯。因为这摆春节连假有十天，气象局有计23将会初二，阁会有一波大流冷气团来，气温会阁快速降，对北部甲东北部影响大。气象专家也有告，台北可能降到7度，高雄也只有13度。那比较麻烦的是，可能是大年初二、初三的时候，另外一波冷空气就会再来，似乎有机会会到寒流等级的水准。也就是说，初二、初三可能相对的是偏冷的哈，它的时间都是属于偏东北季风的形态，就是有点凉，但是不到冷。气象专家表示，这波冷空气应该会到25将会初四才会减弱，气温阁会回温。因为透早到半暝啊，气温偏低，气象局特别呼吁民众注意爱穿较少的。记者综合报道。每年代替要公司化，今年呢有一挂员工摕到2000-3000不等的这个留在津贴，确实有千外的员工去放排毒在挂，引起到代替产业工会不满。今仔日引起到交通部抗议，呼吁交通部就要提出改善方案。那准无者，坐落来无排毒要发起罢工。低薪难留才。发生时，伫台铁只头路四档，薪水因为旧年改善计薪方案才有30000，不过疫情不满，即马台铁认为安尼就是加薪，无要阁发予因留在津贴。调薪占用薪点，我是先把2-3年后的薪水先借给你，好，不好意思，所以今年你们的留才津贴不适用，好，不适用，另签处理。这2000元的一个。留才方案应该也要适用去年已经加薪过的所谓暂时180薪点的这些最低薪的人员，这我们认为这应该是两件事，不应该混为一谈。代替产业工会表示，留在津贴书记员达过加3000，其他技工文部人员2000，但是有超过1000的餐旅、车勤人员、红白毒在外，因诉求交通部应该直接调整营运人员的升级表，留在无分一种，卖参考公务由政府的单位提出实际留在方案，改善薪水格。如果要再加薪，我是希望他们大家一起努力哈，就由。在明年公司这个成立以后，营运有好的一个结果的时候，我们再来谈第二波。针对部长的回应，工会批评国家是把薪水低的问题甲责任撒予公司。说落来，无排除要发动罢工，伊嘛呼吁交通部、台铁局卖甲留在甲薪水低难做伙，打击员工的士气。记者台立刻开台北采访报道。总统蔡英文今仔日有接见美国联邦参议员杨温的访问团，双方就台美经贸关系、印太区域安全等共同关注议题交换意见。我知道杨恩参议员很关注数位贸易跟数位转型议题，就在这几天，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举行了新一回合的谈判。我相信台湾跟美国能够在这个机制底下持续推动在数位贸易等领域的合作。建立更全面的经贸伙伴关系。总统府发言人表示，杨温是美国国会内面真重要的挺台湾力量。不过，古罗盖唔那安尼，伫咧古罗盖咧国际场合拢替台湾发声，去年也伫咧参议院连续支持台湾参与印太经济架构。杨温上任了后，头一届访问台湾，这也是美国新一届国会开机了后头一位访问台湾的国会机关，这也展现对台湾的重视和友谊。
立法院人事委员会今日审查发现金的全面共享特别条例，目标是伫咧两天内完成审查。会议开始进行呢，国民党嘅立委洪忠军伊就批评民进党团总召郭建平唔捌预算法，而且相关部会也无送报告甲资料。不过郭建平表示讲，唔是发现金就会当天下太平，希望国民党唔通甲代志颠倒办。立法院经济政务委员会十七日间并案审查发现金的全面共享的特别条例，目标要伫两天内完成特别条例审查，希望伫十九日间院会完成三读。有共识的话，我们希望送出委员会礼拜四可以完成三读，能够尽快让民众在过年前已经不可能了，但是可以尽快拿到现金。不是个。在会议开始进行，国民党立委洪忠军就和民进党团总召郭建明在起口角相搭嘴，批评郭建明伊唔捌预算法，无同意普发现金，还佫爱涵盖行政授权，而且相关部会嘛无来送交报告和书面资料，引起会议主席杨琼英不满，要求相关部会中道进行爱补送报告。今天你们部会首长都坐在这里。你连一个书面资料都不用送，所以必须要有韧性经济嘛，那应该加强。并不是只有发现金以后就天下太平，我们都没事了。所以希望国民党不要本末倒置。对在野党要求行政院办是规个包的霸王条款，郭建明表示讲，不是用一个比较比较详细的名词，法律案算入来大家讨论，并不是说只有单纯发现金，希望委员会完成了后可以来出委员会调解协商，提交一个月，总预算在十九顺利表决完成。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打炒房，这立法院三读通过《边境地权条例》条文修正案。不过，内政部代理部长黄敬群进前表示，会用主法处理列出条款。政策正式施行进前呢，所买有卖厝未受到这法规限制，也未去限制进前发生的，所以引起在野党质疑讲，这是为着替建商一个投资者找出解决方案，而且是伫咧欺骗少年人。已经买了预售屋，那因为他在签约当时其实确实无法预期得到，会有禁止换约的这种规定，那在前面给他一个比较宽一点的认定，反而在我们执法定的时候，我们对于未来换约的对象，可以采取比较严格的限制标准，所以说这其实是在关后门，而不是在开后门。不如为时代力量的立委指出，讲居住问题是少年人上界痛的点。内政部代理部长黄敬群说，带头违法违背立法院修法，防止炒房立法的本意。时代力量党团提出上界强烈的谴责，而且呼吁行政院长要合法管理内政部。为了要增加台湾的后备战力，国防部今日针对后备军人志愿参加教调，宣布对今年的第二季开始，会依照军长的需求后备教调，十四天教调三天，五天到七天是教调七十天。那准参加十四天的，就用两届去算，对第五届开始，大概训练完成了后，就发奖金五千块。而且为着要兼顾就这性别平等的这个原则呢，女性也头一届要来试办教。为着要应付中国的军事威胁，咱国伫去年适当十四天的教调制度，为着要鼓励后备军人志愿来参加教调，国防部伫十七宣布讲，从今年的第二季开始，照各军种的需求，针对志愿参加教调的人，甲区分做十四天的教调三梯次，还佫有五天至七天的教调七十梯次，而且十四天的梯次以两遍来计算，自第五遍开始，逐遍来完成训练了后，会发奖金五千块。后备军人已接受过的教育召集次数，依本办法规定的一个计算方式。自第五次起，每一次我们完成训练之后，我们都会发给召集奖金五千元。另外，为着要来兼顾性别平等的原则，女性麦当是伫头一年来教调，规划予北部、中部、南部啊，佮东部的单位来试行。修正了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这样子啊，就可以使女性的军官、士官
他无论是停役或是退伍之后都纳入后备列管。那目前已经在预告，在1月13号已经在预告30天，我们在广收各界的意见。江博中调讲，后备军人的志愿高调的办法实施了后，会当来核实后备战力，强化后备部队的战机，欢迎退伍十二年来也未曾高调过的后备军人志愿参加，嘛呼吁国人爱来支持这个新的制度。记者综合报道。前台北市长郭文德要伫咧罗林进前呢，捌宣布要调悬私立幼稚园的补助，对13,660元增加到25,880元，按算休寒过后呢，这新学期要来开始实行。不过即马出来传出讲无编任何预算，正做是这新市政府团队爱处理的问题。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强调，目前正咧含中央协调这补助的问题。梅花米啊，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在市府的公共空间改造，也甲业者亲切的互动。因讲媒体关心的拢放伫咧私立幼稚园补助提悬可能会跳票。我们也正积极的跟中央在协调相关补助的事宜，我们会尽快的来落实些，所以也请家长、市民朋友放心。所以会用最佳预算的方式，这我们都正在进行规划，所以一定会尽快来落实。因为前市长郭文德伫咧退任之前宣布。每条管对私幼的补助，自13,660元提悬到25,880元。因若蒋万安伫咧竞选的时阵，也不讲每条管私幼的补助，所以方向是同款的。严国芝嘛，新的学期就要到啊，有剩伫咧倒位也唔知。蒋万安市长上任一个半月，交出来的第一张成绩单就是私幼补助要来跳票，所以我们相当的质疑，同样的政策规划，为什么到蒋市长的手上就没有办法来执行？直到现在还在牵拖中央，怪给中央政府。是112年的年度预算，早就在111年就已经送审完毕了，所以教育局原本就是打算用追加预算的方式送到议会来审理，并不是所谓的没有编列预算。中央有财政纪律问题，不希望就是各县市在推动公共化的时候私幼的学费补助，如果台北市提高对私幼的补助，中央给地方的学前教育的补助会降低，还在跟中央积极的协调。郭玉娇讲，台北的私立幼稚园经营的成本是比其他县市较高，学费也较高，所以希望会当提悬对私幼的补助。严国因为这牵涉到财政纪律，所以要外加中央协商。但是中央同意按照规划协议，对加无偿的模式向议会争取。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核二厂二号机，伫咧今年3月14日要停机除役，不过本地要伫咧3月初时开始运作的大潭电厂八号机组，可能要延后到3月底、4月初才会当加入供电，这敢会出现欠电的问题咧？再去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会做好相关的调度，袂出现问题。不过有学者认为讲，这台电目前会当运用的是真有限，烦恼大家暗时啊拢要用电，才有可能出现欠电的问题。今年又有一台核电机组要停棒，国内供电敢会出现空棒？学者表示，核二厂的二号机3月14日要停棒，会减少98.5万千瓦的供电。而且大潭电厂烧天然气的7号机伫去年底停棒，已经减少60万千瓦。就算讲8号机伫3月底、4月初开始棒，嘛敢若会当加110万千瓦补上来，供电阁会欠50万千瓦。不过经济部却挂保证，讲绝对袂欠电。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做好相关的调度跟安排，好，没有问题。清台湾科中心主任叶宗光提出质疑，就算讲大潭8号机准时开始放，不过离核二厂二号机停放的时间至少差别半个月。这段期间，部分的机组等在年度整修，已经为台电应该是未付来调度电力。到了夜间的尖峰出现的时候，那供电就会不足。如果要靠这个调度，其实台电手上的筹码是非常有限，运用来发电的机组数量就是有限嘛。不过台电强调，事先拢知影核电机组要停棒，阁有天然气机组延长开始棒，已经透过调整其他电厂整修的时间来应应。我们已经配合调整了相关的大修、检修的这一些排程的这些进度，今年第一季1到3月要睡休的，
一部分的机组拉到去年底去税修。台电强调，通宵小机组都要开始拍啊，水利机组调度之外，麦当春秋配合各种措施。今年供电无问题，不过业总讲认为，除了三月、四月有供电风险，秋冬季节机组要年度整修，或者是因应空气污染要降载，供电恐惊是搁较难到，应该是无本钱通才乐观。记者林静梅、王兴忠、张国良台北报道。2023年的台湾灯会伫台北，时间是2月初五到2月19要来举办。为着即看花灯的人潮，即台北市消防局今仔日就针对着花灯演练，针对有一挂有建筑物或者是空间较矮所在，布置疏开人潮，加拍火救灾流程。现场灯咧无记的是灯会灯区发生爆炸，消防人员抢救的情形。另外一边，模拟看火顶的时阵，发生人打人的意外，消防人员指挥民众逃生，救护伤者。有些譬如道路比较狭小，它高低起伏比较严重的，除了可以采用工法哦，工法之后，譬如我们在上面用木栈板理，我们需要进行人流的管理哦、管制等等。台北市消防局为了应付台湾灯会人潮，17举行大型演练。消防局特别点出，有一挂灯区是照建筑物另外改造，所以会加较注意内灯的能力，加少拍电的风险。一些灯具哦等等的，有可能哦，它是个临时哦建筑物做出来的哦，它的稳固性等等，也有可能因为很多民众哦上去参访的时候会有重量过重的问题。那灯区里面的展区可能电力因素或等等哦会有燃烧的现象。哦，这个是我们几个比较重视的。2023年台湾灯会对2月初五到2月19展出。消防局表示，灯会期间会逐天派5台消防、救护加防暴的车辆，另外加20个人员做好准备。记者麦尚颖、陈宝乐台北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在印尼的苏拉威西岛有一间中国资金连接裂矿的这个工厂，真正发生暴动，造成两个人死亡。这死者当中，一个是中国籍，一个是印尼籍。这段劳工是不满工作环境的安全，还有工资上过少，发起罢工，后尾煞演变成冲突。这其中有71个人去被抓起来，其中17个人涉嫌迫害。这段印尼劳工前排徛着，后排是坐伫奥多拜顶悬，看将坐无啥着，后排随爬起来向头前。现场播出像有一挂物仔去互讲着的声音，为翕的人摇摇摆的程度加影片的情况，会当知影翕的过程。好像白衫的中国籍劳工阻止，另外一位中国籍的劳工是伫边仔控和。位于沙拉威西岛的中国江苏德良家业公司印尼厂，昨夕暗爆发冲突，有中国甲印尼籍劳工不幸死亡。中沙拉威西警方表示，员工为了争取更加好的待遇，要求更加安全的工作环境，来发动罢工一天，了后演变作大规模冲突。保全虽然出面阻止，员工又完强行进入厂房，放火烧机械甲车辆，员工宿舍也被破坏。印尼当局派出数百名警员，搁逮捕闹事的人。因为根据印尼媒体报道，冲突原因是因为外国劳工受到攻击，但过无明确说明细节，还有风声印尼劳工受苦待，予印尼官员不提。德良家业发声明，等甲警方合作，针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目前工厂暂停运作。目前事态已得到控制，中方将继续同印尼方面保持密切沟通。推动事件得到依法妥善处理。这座加矿冶炼厂在2021年底由总统佐科威启用，年产量180万吨。印尼希望打造全球电动车电池生产中心。苏拉威西岛的加矿有重要战略意义，以及引起中国和世界真侪上大汽车制造商的兴趣，比如特斯拉就是其中之一。公司新闻五零八一。讲到罗西亚，因一直增加兵力要打乌克兰。英国目前是同意提供挑战者旅行战车，正做头一个用现代主义战车当作是军事援助的西方国家。另外，要一批大概是100人的乌克兰军方人员去到美国接受爱国者飞弹系统的操作训练。那讲到德国的国防部长兰布雷特，最近因为讲唔对话，加上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上火班受众人批评，目前伊已经宣布停止啊。在最近俄战争战斗正激烈，战事拢集中伫咧严控小镇苏勒达尔，三不五时就听到枪声。面对着俄罗斯一直增加兵力，乌克兰总统赶紧甲英国首相斯纳克通电话。英国答应要提供挑战者旅行战车，成为第一个军援现代主力战车的西方国家。
Today I can announce the most significant package of combat power to date to accelerate Ukrainian success. This includes a squadron of Challenger 2 tanks with armored recovery and repair vehicles. Сьогодні гарний приклад від Великої Британії. Оголошено про новий пакет оборонної допомоги те, що треба, танки, інша бронетехніка, артилерія. Те, що ми обговорювали з паном прем'єр-міністром Сунаком. 挑战者 的型战车是世界上第一种有搜索第三能力的战车，车顶会当先敌人一步找到目标，和炮手锁定攻击，40秒内会当射八个目标。摕到14台挑战者的型战车，和乌克兰军队有能力改变战场的现况。爱国者防空飞弹系统是另外一种会当和乌克兰增强防御的军员。美军证实，有差不多100位乌克兰的士兵已经到奥克拉荷马州的炮兵学校受训。Soldiers from the Ukrainian Armed Forces have arrived here at the Fire Center of Excellence at Fort Sill, Oklahoma, to begin air defense training. This training will consist of operator and maintainer tasks for the Patriot Air Defense System. 在世界各国加强力量军员乌克兰的同时，德国的国防部长兰布雷特则说，已经离开总理肖兹的政府，因为外界对于支援乌克兰动作太慢，也有伊讲唔到过引起争议。Die Bundesministerin der Verteidigung hat mir heute mitgeteilt, dass sie ihre Aufgabe nicht mehr fortsetzen möchte. Ich habe viele, viele Jahre gut und gerne mit Christine Lambrecht zusammengearbeitet. Auch jetzt nach dem furchtbaren Angriffskrieg Russlands auf die Ukraine hat die 兰布雷特伫咧元旦之间发一段影片，严讲内容所讲俄乌战争甲伊个人处变的遭遇难做回讲，而且战争伊对支援乌克兰的态度正丢毒。最近的军演阁因为发生战车的故障，和外界质疑德国的国防能力，造成其下台。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咱继续来看国内消息，刑事局伫南部抓到一个诈骗集团，这个集团是由柬埔寨波特兰公司伫台湾的主管和干部，因透过面册社团一直牵一挂薪水真高的套路，这半年来骗三十多人，有一部分的民众去被骗去柬埔寨，而且拘禁伫咧柬埔寨，而且佫含因做伙伫咧做诈骗的工作。刑事局呼吁民众出国做临时工进前，一定要查清楚，莫因为钱伤过济就去被骗去啊！警方群众伫台南抓到姓杨的女子，伊伫人社集团做干部，伫台湾诈骗民众到柬埔寨。刑事局对去年四月开始陆续接到被害人的家属报案，对查发现半年来有30多个人受骗。近半年期间，欲诱骗国人达到31名国人来出国，那其中部分国人因为察觉有异而未出境，另外11名出境之国人在政府的救援下，已在去年的8至9月之间陆续返国。警方清查柬埔寨波特兰公司利用台湾籍姓的主管指挥干部伫面册社团刊登假的国外做工课广告，替被害人办护照、订机票，用一条龙的方式送去柬埔寨西港诈骗园区控制行动，而且为着要闪骗金流的追查，利用虚拟货币来付工作费，用虚拟货币的方式把薪水跟工作费透过汇兑的方式给台湾的非法水商，而台湾的非法虚拟货币的水商把上述工作费跟薪水转换成新台币交付给在台湾的人蛇集团成员。诈骗集团共犯12个人拢被按照涉嫌妨害自由、人口贩运防制犯移送台南警方侦办。刑事局嘛再度呼吁，出国做工课进前应该要再三纠正工作内容，唔通相信官业奖金、免经验、免学历、包价包大包机票的讲法，防止落入陷阱。记者李秀兰、柯庆准高雄报道。伫咧花莲港西滨码头，昨暗呢，即便所是着火烧，特殊造型的厝顶烧了了。落尾有民众去到江景所自首，讲因是伫庆祝生日，伫咧耍即仙女棒。不过要离开时阵，确实有甲即火拍火花，不过因唔知为虾米，也是会烧起来。自民众对港口附近管老所翕的画面，会当看到花莲港西滨码头的清水公园便所在暗暝中着火，消防队接到报案是赶到现场化火，警方一开始就怀疑火灾原因无单纯。10:05就通报说，那个怀疑发现的，鞭炮还是什么？怀疑发现的，就这边整个烧起来，整个木头内侧好几乎是全部都烧光光了。
然后只剩下它的骨架就是铝啊铁而已。火拍化了，有三位民众去钢筋所自首，讲是朋友生日，因在咧耍仙女棒，要走的时阵有确定火已经熄了，唔知影为什么阁堵起来。燃烧仙女棒方式来庆祝生日，那庆祝之后共同离去，在徒步走到花莲港景观桥，回头发现公厕上方已经冒出浓烟，正在燃烧。那现场我是一发不可收拾，在厘清相关案情后，将涉嫌人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花莲港公司讲，这间便所是开800多万起的船型的建筑物，注定特别设计成这观景平台，后边楼梯会当起哩，损害部分什么也搁在咧估计。会向当事人要求赔偿。涉嫌人两个查甫，一个查某，伫咧精神山了，拢已经转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桃园市有一间公寓咧，内面拢是放乱拼者、注毒品的注射筒，和住伫遐的民众是真烦恼。警方发现了后，随进行收集证据，也搜索票去调查，落尾伫公寓内面查到三个人甲毒品等物件，专案移送侦办。公寓的皮桶、电表箱，还有楼梯间，四处拢会人看到，让人单调的注毒品的注射针筒，和大号真惊。大树派出所，我们有搜索票，可以配合吗？可以配合，要看到了，手举起来，我要先靠。桃园警分局大树派出所的警察，最近执行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加清完专案时阵，发现这间公寓有注射针筒，遂进行查访，发现市长的大号兄弟两个人是毒品人口。厝内常常有吃毒的人出入，经过搜证监控了，提搜索票去兄弟两个人的厝内查缉。立即进行查访及搜证后，持搜索票前往查缉，一举查获犯嫌三名及毒品等违禁物，全案依法移请侦办。嫌犯涉嫌加注射毒品的针筒乱弹，拢无得咧安看，正抢手，警方掌握因生活时间了。提搜索票去查缉，抓到伫咧困房中的市长的兄弟两个人，加小弟的查某朋友，现场也超出真侪毒品、海洛因、安非他命，也过吃毒的器材，依照违反毒品防治条例，移请侦办。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人骑奥托拜上界高，就是超起奥托拜位。伫台北捷运附近呢，去年受理违规停车案件超过3000件，大部分拢是无依照规定，甲车停伫咧车架内边。不过警方也接到真侪申诉，是因为迄奥托拜用用刷电灯，才去用罚钱的。即卖也要来提醒民众，讲这奥托拜若准停好了后，会当升级上老证据，避免阁去用开罚单。骑汽车的人停好车，前脚拄啊离开，都有身份的查甫人上前乱刷车，刷出停车格。附带捷运站机车停满满，也有人要牵车，都将别人的机车刷出停车格，直接骑车离开。像即挂刷车的经验，真侪骑汽车的人拢捌拄过。被侵到那个停车格外面，对，然后就被拿到一张罚单，就觉得啊，为什么是我的车这样子？我原本在格子椅，对，我原本应该是被个人椅的啦，还是或者是被其他人椅，我也不确定。我刚刚才发现我的后照镜坏掉了，傻眼。按照警方统计，今年去年台北捷运四口会受理的违停案件达到3328件，尤其花莲站504件上多，过来是府台站281件，甲丹凤站193件，正快违规情形之一，就是无依规定停放停车格内。警方表示，机车放黑白线，实务上真歹构成强制罪。实际上，单纯移车不会受罚，但如果涉及毁损车辆，就会有法律责任，所以还是以实际个案状况来判断认定。机车放乱刷，都惊后续吃罚单。警方教你一招自保：机车停好势了后，提起手机啊翕相存证，得算了后，放黑白乱刷受罚，也会当自清免烦恼。简单一个动作，加一分的保障，唔通甲家己的钱包啊过不去。记者综合报道。日是随身报，在是国家电。根据着国家图书馆相关报告，宜兰县各中小每一间学校买册，这个费用呢，低过全国平均，经费不足，欠钱也欠人，影响着老师、学生利用图书馆学习甲教学。宜兰县教师工会认为，这个现象也显示宜兰县的图书经费拢是靠中央的补助，根本就不够用。因为呼吁县政府爱重视这个问题。
提出出来静静啊看吸收知识。即个课外册是国中小教育的重要资源，不是由宜兰县教师职业工会分析国家图书馆发表的报告发现，讲宜兰县国中小学因逐间学校买册经费拢比全国的平均搁较低，真明显都爱靠中央。意思讲欠钱嘛欠人，影响到师生利用图书馆的学习甲教学。政府应该给我们要求学校每年要在他的教学设备费至少要有 10% 的用来买书。那如果很显然是一个投入不足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去想想看，县府有没有给足教学设备费。教师职业工会讲，根据报告，宜兰县23间国中的图书经费，平均一间学校仅41,729元，仅是全国平均的11,038元尔。宜兰县78间国小的图书经费，平均每一校是74,000元，比全国平均的80,000还佫低7%。11,090个国中师生本条的经费是87元，仅是全国平均165元的52%。我是建议说，可以多编一点经费预算来购买图书啦，尤其咱的囡仔吼，现在都是在看手机吼。我们除了持续啊，好向中央努力争取经费，我想我也会亲赴教育部，甚至在全国局处长会议或各项会议中这个反映。宜兰县校长协会嘛讲，学校买册这业务费确实是无啥够，政府应该搁爱加编一寡，互这学校来买册。要若无这囡仔，因拢咧看手机啊，地书讲手机啊顶端的面册，煞比册搁较重要现象，安尼就无通好。政府表示讲会煞咧来争取中央的经费，卖伫个全国局处长会议的时阵来争取买册预算，政府卖煞咧来拍拼。记者综合报道。台中东区有一间购物中心，今开始试营运，虽然能带动古城区的消费，不过附近有市场、糖厂、甲生态园区，这交通可能会受到真大考验，特别是要过年啊，交通问题使人头疼。出名的日常购物中心，就开伫咧台中东区17南管气运转，工作人员赶伫咧开店进前，先排出日常的动线，不过边啊建国市场的进德路，车是已经排甲塌塌塌。这边现在就已经很塞了啊，对啊，如果开了人潮，应该会更塞。你来的话都会骑摩托车为主。对，因为比较好停车，比较方便。卖想开车。开车先过塔啦。建国市场是全台湾上大场的公有线路市场，人侪要到，人是愈来愈多，附近的交通都已经真塌，个人是直接伫车路顶就落车，双线违规硬要靠翻头的人嘛是真多。因为这附近是分作七车路口。连指挥二高嘛，真烦恼交通会怕夹。那边走完，这边走吼，还是也会有一点危险，因为他那边走完，车子过来还没完全过来吼，这边就已经绿灯了。树挡吼，动性最重要了，莫我怕夹。有不少民众表示，购物中心就伫咧建国市场边啊，附近阁有帝国糖厂、甲湖滨生态园区，交通灯号真复杂，过路口的时间阁短，所以真够塞车。若市场的范也是人贵，购物中心在点才开店，拄碰到咧收市，交通免收嘛，知一定乱。交通局并将督促业者确实落实交通维持计划的执行，包括停车管理、交通疏导等措施。交通局表示，除了加强宣导，出入建国市场甲购物中心有分布共的动线，卖加派警方义警去指挥，好民众会当尽量坐大众运输工具。所来春节假期，就是当地交通的第一波压力测试。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了解的关系，负责走台北到云林嘉义的日通客运宣布四条国道路线要来停起来，自欠60个员工，仅剩两条云林的路线会继续经营。那这部分呢，这通联客运已经宣布要接手继续服务旅客。国道巴士准备出发，不过车顶的人无几个，也是爱开车。等车的所在也是空空空。登记经营分家地区的客运主力一通客运宣布要停驶目前的四条国道路线，不少人拢真唔甘。快快坐，我坐一刀人坐袂下，所以拢坐因个啦吼。哎，拢坐因个较济。是希望可以继续做啦，因为它比台铁稍微便宜一点，然后就是搭乘体验又比较好。日通宣布16开始面向到台北路线停驶，算起1月7日为到达北港四号到台北路线也要停驶，了后只剩两条路线伫婚姻馆内咧行。消息提出来，有司机讲过年之前才被通知，第1月底会予人试头路。
所以我头先咧问小姐讲，啊，会使登记咧这摩车啊？啊，伊讲要买通知要改时候。宜通客运在1996年成立，高铁开通之前就是云林嘉义地区主要大众运输。不过高铁云林站营运了后，客运大量流失，老大人阁有半价优惠，结果了阁较济，疫情阁予营运害了了。2018年因为财务困难，将云林到达总站大楼卖出去，所以是无法度维持，只好宣布放弃各道路线。要说起来，我说也有很多痛苦，我不讲了。人家既然就说就说了啊。在大环境不佳的情况下，他经营的营收有锐减，无意愿再继续经营这个国道客运。业者讲，做这项决定实在真唔甘。目前已经组建60人，答应会照顾好员工权益。国路总局表示，日通原本的4条国道路线会由通联接手，并将坐车权益未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客家有铁幕场预定地去让乱倒废土，市政府认定无符合农用，已经依法开发，要求业者改善。不过民众认为去市地场也是会破坏到这个环境。17早起也去到台南市政府的民地中心抗议。来自客家大约80名的民众，是真生气来到台南市政府民地中心头前来抗议，因为业者要伫咧客家风和里设置市场厂，当地民众认为一旦是设置落，恐惊会冲击到永续气温以及临近三间的安养院的生活环境，居民是一定反对到底。你的地上就来造成环境是免乱清啦，我们里是淹水区咧，所以我一定抗议抗议。最近哦，拢一直伫咧插头，用40栋的插来遐咧插头，来遐咧等，哦，就是代表阮有侵权的去行为，会当废弃咱迄条养殖场的执照。抗议民众强调，这间饲猪场预计要饲5000只，占地达到1.6公顷。而当地民众去年9月期间，也曾经向市府来检举，确认现场是花田土角、砖啊角以及水沼啊等引建的废弃物，暂时停工限期改善。但是近期又搁去向检举，稽查人员确认伊那未改善，嘛已经是开发。伊若未改善哦，即个将规划的规定哦，阮也不排除哦，所有家庭都要拢进行啦。我台中车头招待生引进 AI 清洁机器人，面对过年期间民众来来去去，用自动化设备来维护旅客健康。在引进这个智慧型机器人自动清扫机，那我们希望在这个自动化的时代能够引进自动化的设备，来大量的减少我们人力上的一个运用。那也希望在我们离峰时间，比方说像深夜的部分。在人力比较不方便投入的时段，也能够投入我们机器人来协助我们做清洁。那在我们隔天开门营业的时候呢，能够提供一个清洁而且舒适的环境给我们的旅客。台中车头和厂商合作引进自动化清洁设备，在过年期间加强摒扫和消毒，利用无接触的自动清洁化设备，以护旅客出出入入的健康安全。台中市森林公园有一个白灵犀蛾，去年因为这蛾地积沙积甲真严重，县政府打算要清，却因为这森林公园是伫国家重要湿地范围内，本地爱开一个月就当清沙，不过为着要尊重生态、维护生态，开这10个月才当完工。280公顷的台中森林公园伫避难区湿地范围。园区内有4座大大小小乌家之地，是亲子共游的好场所。因为其中一座罗氏乌乌地污染严重，影响4户的环境生态。今年县府要开100万执行1个月的清除乌地污染工程，因个都卡在国家级重要湿地范围，最后用10个月才完工。原因是找环团加生态检核团队在施工工程中进行生态检核。我们定出了几个措施，包含了保留沼泽区，营造多样性的栖地，还有避开水鸟的繁殖期等等的措施。10个月里面有大概6个月左右是在做等待，
我们必须等到水鸟繁殖季过后才会去进行施工。隔离生态减少清污的工程，可能在国内是真少看的。也不过完工了的罗斯湖，即马四口为水饺生态丰富，也阁有罕尼看的白冠水鸡出现在湖中，连带规个森林公园的鸟类也丰富起来。保育类的黄鹂鸟也早收繁殖。政府呼吁春节假期来这佚佗的游客千万唔通干扰鸟类。记者综合报道。当警方抓到一个查甫人，伊身躯顶有食毒品的工具，还有百外张1000块的假钱。目前市面上唔拿1000块的，连500、100拢有真侪假钱。警察要来教大家来安怎分辨假钱。双手铐手铐红衣裳，一个顶身穿假花草的查甫人，唔拿去有警方查出食毒品的假事，分组顶阁查到这项物件。1000块的纸票算算的，有甲127张。那无详细看，敢那无虾米问题。不过其实这全部拢是假钱。全案依《毒品外防治条例》伪造货币罪，移送台湾桃园地检署侦办。这个姓李的嫌犯，分数顶的假钱，都甲进前中南部警方受理的假钱案件，钱顶款的号码是一模一样。到边开始是 HR， 上尾是 XD， 中间数字是48268，导致交拢同款。都连面额较细500块甲100块的，嘛拢有出现假钱。不过要安怎来分辨是真是假的？警方毛撇步提供给大家。啊，这个叫隐藏字迹，可以看到，我稍微轻轻的一转，我就看到正面下方有1000003个字眼。支票的倒边下骹，换一个角度看，都会出现藏在内底的字。倒边下骹用荧光来看，也有水印浮出来。过来用摸的，会当摸出面额的数字，还有顶端的文字。最后一关会当用灯色的方式来分辨，敢是假钱。它的光影变化是差很多的，这边是真实的，这边就是很多的光影变化。摕到支票的时阵，会记你把握三个原则：详细看看嘞，懵懵嘞，当时看有斟酌。就算生理搁较无用，加检查一下，才袂让辛苦赚的老寡钱转咧乌有去。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今开记者会，讲2023年重要工作，包括代替公司化甲道路安全。代替公司化的部分，按算一个月会完成主法讨论，三月开始编预算。啊，那道路安全部分，这交通部长王国才表示，这几年以来上届无满意，就是这个道路安全部分。交通部17回顾2022年的重要工作，包括南方二段桥重建、南淮公路开通等等。那讲到2023年，王国才表示，代替的行车安全和营运效能是重点，会继续推动安全改革。也讲到代替公司化是未来的重点工作。那最重要是113年1月成立台铁公司。昨天我也主持了这个执法的一些细节的讨论，初步。我们就是以这个月把所有的执法跟工会协商完毕为目标，然后接下来就是包括实质的组织的调整，大概今年3月哈开始就要编明年公司化的预算了。但是讲到道路安全的部分，王国才坦白是这几年以来上无满意的所在。根据道安会统计，2022年1月到10月有300000多件交通事故，平时2021年同期只有28000多件，数量是增加1000多件以上。在109年，我们跟教育部编了5阶段的教材，一人所完成以后，纳到他们的这个课程或课纲的科技执法，包括我们区间测速照相。我们的想法是短期的一个教育，透过这样交通工程，哦，还有这个各方面也要去进行。今年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达成这个比110年下降5%的一个目标。道安统计当中，交通事故发生数量上高的是高龄族群和奥多拜族群。我国在不地道安报告当中讲到，奥多拜事故当中有部分是其他的车种对因造成危险。不过针对这些车种，敢有相关的防治措施？我国在跟他讲，会继续推设机车安全工课，打造安全环境。记者郭文定随台北报道。过年要到嘛，这国建署今仔日开记者会，分享即地调整饮食的做法，互厝内面吹气无好的时段，也会当欢欢喜喜食团圆饭。中埔西家料理一出一出捧入来，有鱼有肉，有米糕，有鸡汤，开出一道介澎湃的团圆饭。这年菜就是烧香，就是老火啊嘛爆发的。
事实上，我们的长辈的这个口牙状况呢，有70%的长辈呢，他有部分缺牙哈。再来呢，就有63% 的长辈会因为呢没有办法这个缺牙的或吞咽的问题，没有办法很好的来选择我们的饮食。国健署自2019年开始推广质地调整饮食，希望透过实在经营、煮法调整，打造好老伙仔买单吃了欢喜佮健康的菜色。年节之前，国健署嘛特别开记者会，邀请总铺师现场示范，教大家安怎处理，让食材会当变较嫩、较好剥。把梗切细，把叶切长，这个话术就是让长者他在吃的时候，他可以吃到原型食物。那相对的，在炖肉的时候，就是时间炖长一点，然后让肉入味，软烂更好入口。国健署嘛将即地调整饮食相关的做法，放起哩网站，并将传你菜。是会使去顶馆参考，让厝内时大时小拢会当欢喜食团圆饭。记者林淑霞桂林特别报道。伫咧昨昏台北下海城隍庙和民间团体合作，带视障者设立花街。这个活动已经是办20多年了，对这视障者来讲，逐年拢是真期待。小提琴伴奏，做伙唱新年歌。16台北下海城隍庙的庙埕盖老街，庙方参民间团体招一群视障者来遮听音乐、踅街啊，有食佮有猎。庙方管理人陈文文表示，这个活动逐年拢办，到今已经25年。啊，目睭今麦落去买落假啊！啊，这目睭无看，唔是讲啊假，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跟店家说，先有一个 promise， 说如果有来，麻烦卖提假哦。啊，如果有来，甲请甲够量诶。一个志工手牵一个视障朋友，同齐伫人客人诶迪化街感受年节气氛，这对视障者来讲也是难得的享受。因为能够感受到那个，因为我们视障朋友很多时候。没有办法自己来迪化街啊，就是有志工啊，有朋友跟我们来，我们就来了这样子。啊，我们在那边走一走啊，然后逛民福大街都，他会都会给我们试一试啊，吃到很高兴。鸡鸭食煞，新丰庙嘛甲大稻埕商家合作，送一袋好食好用的物啊，予视障朋友早顿去处理，欢喜过好年。记者林思伟、谢桂林特别报道。下晡天气变化甚快，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基隆到新竹对15度到17度，苗栗到云林对15度到21度，嘉义到屏东对17度到2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7度到2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9度到16度，也过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相会。